盘点魂师第六魂技名场面，你觉得谁更帅？哎，第六魂技，搞错了，再来。第一位，四眼猫鹰弗兰德。哇，第六魂技，猫鹰护体，紫极神光。第二位，天涯。第六魂技，屠龙宝刀。这应该是天涯目前为止的最强一技，再加上你风行纹身恶搞的配合，不知道胖子能不能接住。第三位，宁荣荣。九宝曲名山，月宫。在江秋抬头，断一张起手，回首，你在我左右起飞。第四位，戴沐白。诅咒让故事不朽，不会再放肆狂游，守护你一将独有那么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最后。我竟瞬间击破。第五位，奥斯卡。第六魂技，召唤化猫，形象长。你小子是不智，必须以一名魂师的血液为引。第六位，唐三。第六魂技，虚无。黑夜白昼不停留。第七位，千仞雪。第六魂技，天使咆哮。第八位，唐绍罗。断一转一手，回首，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。李东第二武魂，转不休回首，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不会再放肆狂游，守护你一将独有那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那现实无第十位，剑斗罗。双身的烈焰出鞘，做出风声阵招拆拆。